招聘年轻开朗的女孩，负责清洁工作，无需工作经验。我的名字叫辉，这当然不是我的真名，我的真名早已被大家遗忘。我的生活应该和童话一样美，但这个空间里的一切都不如预期，让我完全失控。接近他我就无法呼吸，但我逃不掉这个牵绊。我的名字叫辉，我分不清白天和黑夜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脱了线的风筝，我被自己放飞了。冷静点，我怎么冷静点？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不喜欢。我的名字叫辉，我分不清白天或黑夜。在循环往复中，像唱片一样一直跳针，像唱片一样一直跳针，这样还是童话吗？